对，小鸭子9.9啊，给你上个链接，9.9。这个古玩行啊，年龄大了呀，嗯，看不了东西了就。《西厢记》的人物茅台杯。茅台杯。对，唐口款。什么叫茅台杯呀、啊？闻香杯吧。闻，这是闻香杯，闻香杯有这么大，这个呢就适合用来喝茅台，你知道吧？近看拉近一点啊，你就知道这个画片画的有多细腻，这个人物还有这种祥云。你们大伙儿看着啊，这个姓温，这个温呐啊，这个温呐啊，就是骗我了啊，这打台球让我让他中医后医，后来我想起来我上当了，我不过昨儿确实也没手感，你们等着我报仇的。我告诉你们，一旦我要是报仇的时候，你等着我，都记上，都记账上了。等我报仇的时候，有你们好受的时候，我告诉你，就你看看这玩意儿是不是民国的？写个大清光绪年制就是光绪官窑吗？啊，你看这彩。你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的？是不是民国的？不是我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咱实事求是的说。河山雷侯。长虎雷猴，哎，长虎，长虎兄弟，你那海南话里的珠子，开莲，你那海南话里的珠子108粒，在不久的将来就快做出来了。他妈的，我给了他一个月了，有那东西那料，到现在没给我扯，也是时候干的不对，他爹死了。前几天我催他，正赶上雾气，我一想也没法催。哦，今儿我还想打电话催催他呢，结果今儿那个长虎不费心不费心。温，你们只能看见那个这个温。这个温就26级，这个衰宅，广东话怎么说？衰宅，这个衰宅，不是我说的，不是他是问我，不是我说的。那个，我忽然发现我被他骗了。打台球让我让他中医后医衰宅，对，不是铺盖衰宅损色，哎，对，就东北人的损色，瞧你的损色，这花菇还行。哎，小心，这也是技术啊。哎呀，博古的樊红的，哎，刚才那个谁拿的那一对民国的瓶子不就是樊红的吗？跟他类似，他那是山水画的是吧？那个吃饭的时候他吃饭，他那一对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哎呦，这个还通经的呢，你看，嗯，整个的是博古，上边波谷，中间地下波谷，中间花卉。波谷是啥意思？啊？大姐，咱是做瓷器的后二代吗？我请问。波谷是啥意思？这个嘉莹啊，是古玩二代。哎呀，别说我是古玩二代。到现在，我这跟大伙说这是个波谷。丢脸。别说我是丢大了你，别说我是。然后问我什么叫波谷，你就快说嘛，你真的是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博古。我是替大家问的啊，我是替大家问的。不问，不过他，不过他，博古啊。哦、你想，对呀、啊，就是博古是什么？刘老师，我是替大家问的。这个，我给你解释深层的意思，博古。先来说一下浅层的，我们由浅到深，要不然咱们直播间观众听不懂。浅层的是什么呀？嗯，就是博是什么意思？波澜。嗯。啊，古就是。波澜不是古今、嗯、是波澜过去古代的这些艺术叫博古，而且这些器物啊，它其实都是比如说更早的博古，它画一些青铜器啊什么的，那些那就是博古，博古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所以你说博古的意思就是说通过在瓷器上画的这些画片看以前的东西叫博古，对吗？有书，有新街口萨哥，有桌子，有书，有桌子就是博古，是这么个意思吗？这个，我来搜一下。有书，等等，有书有桌子叫博古，这上边有书有桌子吗？有啊。有桌子、啊、有桌子有案子，也没有桌子，什么叫博古啊？这儿呢，这儿有一个那个，这也不叫桌子，这叫这桌子有啊，这没有书啊，桌子你擦擦，什么叫博古啊？那博古文，所有吉祥的器物统称博古，琴棋书画花瓶如意供果案八仙，所有吉祥寓意的物件都可以叫，哦，这叫博古文。反正所有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吉祥器物统称为博古。啊，原来是这个意思。所有的吉祥器物统称为博古。统称为博古。对，在瓷器上画了案八仙、如意、供果、花瓶。案八仙，案八仙也算。也算博古吗？对，花瓶、琴棋书画、如意、案八仙都算博古，都算博古文。这是烟囱吗？你但这个看了吗？这是这么用的，这东西。看啊，这东西是这么用的。扛个大炮是吧？这个你看着从而不是烟，对着从而噗。你看着什么花骨啊？这是看了吗？瞄准儿，从二在哪？从二三元桥呢？噗！对，就那为了胜利，对，这跟花骨没关系。那个凯莲。对，这就是意大利炮，你其实你们都猜错了，看了吗？噗，满面贼光，不二先生，没有没有，这是傻开门的，这种矾红的这个，哎，新的矾红是，其实新的永远是新的，它烧不出来老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花骨对。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看东西吧，就是感觉，凭感觉真假的。另外我跟大伙说，新老怎么看，其实所有东西都一样。你们记得前些天我跟大伙说，我说让大伙让孩子们学美术，大伙记着了吗？你们大伙记着了吗？老子都有落款，去你的吧，谢天意啊，老子都有落款，你把我落上款得了，你看得多才有感觉。我告诉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我前段时间跟大伙说过，说让孩子都学学美术，这个
会画点画、懂点美术的人，这个让孩子学点美术，对他的一生都会有影响。其实那些氧化岁月的痕迹，那些东西都搁在其次，就是这些古代器物，包括现代的艺术品，它都是艺术品，它都有艺术性。为什么我要让大伙儿让孩子们去学习美术？他自己会画了之后，他对彩的墨的那种理解概念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不懂的人、不懂美术的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比如说康熙的青花啊，这个墨分五色，他就是说他的层次感嘛。同样的青花呀，远山近景的，他的层次感得强。而现在新仿的康熙的青花瓷器，嗯，其实对于不懂的来说很难说。不过就算你不懂，拿一件新仿的再好的跟一件老的跟你对比着一讲就能明白。因为你看这个新的，它一定没有老的那种古人运用这个彩的墨的这个青花料的这种娴熟的程度，什么地儿用浅的，什么地儿用重的，这个它层次感画出来画的那么好。为什么层次感画的那么好？是因为他对这个材料的这个认知熟悉程度。而现代人现代人画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层次感不够。你看见他吧，虽然不懂，对不懂的人来说感觉哎呦好像也有层次，但是其实真正他是没有层次的，他的层次感远不如古代人的那种层次感更加的。像这种给大伙看啊，这种花菇也是一样，你们大家看，你们看，比如说就这一片花片，你看它这个是离咱们最近放的最近的，远处的对不对？它是错落有致的，它的层次感很好。旁边是家人吗？对呀，是博尔先生，你怎么知道旁边是我呀？哦，听到了声音是不是？佳英有的那个，那天谁说佳英那个？你们大伙看这个，你看它的层次感好不好？它的远近的这种距离，而现在如果仿的话，真的画不出这种感觉出来。其实，就是说。这样能看出点来，包浆啊。另外就是一点，就是从画工来看了，画工也不一样。古人画的吧，它是自然的，现代人画工啊，越去模仿越生硬，画不出那种自然流淌的劲儿来。就像比如说书画一样，去仿人家的作品，大鱼呀、啊、你好。比如说书画也是去仿照别人的作品去仿，仿的时候他一定是心里边心虚，不是自己的原创吧。原创是什么呀？大伙都看过张大千去画那些松树啊什么，在南非啊什么的，他那种运笔那种感觉，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的画作呀就在心里边就直接画出来了。但是很多你再去仿的人，哆哆嗦嗦的去仿的人，心里没有，然后再去仿，再刻意的去弄，出来啥都不是。这个多少钱呢？看一下单子。你还有单子？有啊。看一下我老爹给的单子。
谢谢中了的灯牌。有价格吗？有。这底下有款吗？没款儿，这底下怎么可能有款儿呢？这种。哎，你们大伙儿说，谁说说这个年份吧？下乡收的，这不是下乡收的。14万，意思四个 W。底价14个 W， 啥年份的，大姐？我不知道。熊师傅，熊师傅，这樊红的这个花菇这个炮什么年份的？说什么年份就是什么年份。咱今天不适合讲瓷器，问到两个什么？这个嘉庆的。有就是大康小康吗？这到底什么时候的？康熙的。康熙的呀，康了熙了，有底吗？从而你这弄个东西，哪985？压根儿我就没播，这不有地吗？这是大康啊，小康啊？小康，大康吗？到底大康啊，小康啊？你虚什么呀？一会儿小康，一会儿大康。你，那我表妹看一下。我不会看。我看看啊。一问三不知。还是老康的。老康的。这种都是国外回流的吧？我告诉大伙儿啊，这个瓶子是国外回流，但是这不是外国人定制的，这是中国的东西。有可能以前就是文物公司在上世纪就是70、80年代什么那个出口创汇出去的。对呀，这个，哎呦，这还个。嘉英，这叫什么油啊？你看啊，这是嘉英他，这是嘉英。谁说粉彩？不对，这是嘉英他们的。窑变釉，窑变釉。嘉英还想在文物界这个混个大咖这个。没有，我要找个老师带着我学习。你找什么老师啊？你爹都教不了你，你天天的你不知道想啥，叫也不睡。新进直播间朋友给我点灯牌点关注，睡觉觉不睡，学习不学习。家里边我这顺手拿个窑变釉的东西，我问嘉英这是什么釉？窑变釉。费了半天劲，想了半天。我跑个丢了，不然我跑个屁，我还跑早啊，你搁这跑去吧你。我们狼红没有，这就是窑变。看我翻转镜头不去，打死我都不去，还泡澡去，泡秃了屁的。晚上好，谁问我晚上好了？8143晚上好，这就是个窑变的，乾隆的。这去哪儿了？这不吗？在这店里呢。光知道整天家嘛也不学呀，我急死我呀，这个口怎么还有点变形啊？你看。
保命是买主啊。欢迎大家进咱直播间呢啊，今儿给大伙儿，你说啊，我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啊。你说这个盘子我刚拿下来是不是？你放都放吧，你家这个鸡脑袋朝下呀，啊，鸡爪子朝上啊。哪个呀？那个乾隆的那个窑变的那个，乾隆窑变的那个叫什么瓶子？你得放正了它吧，这玩意儿。呀，这就是鸡，你还鹌鹑了你？这不，那是鹌鹑。这不是母鸡捉蚂蚱吗？人家那是鹌鹑，安居乐业。人说的没错，是鹌鹑，安居乐业品，安居乐业盘嘛。文化汤，你都不懂这个。三只鸡看了吗？老母三只老母鸡缺公鸡，它没有公鸡，老母鸡饿了，然后自己在这逮蚂蚱，你不懂。对，而且它还是芦花鸡。对，你看大伙儿，我跟你说这个文化堂啊，你真是不懂啊，你让我们大伙儿着急了。你看了吗？大伙儿都缺，都知道了这。芦花鸡，对，再凑一只，就四个人，四个就一桌了，麻将，这还三缺一着呢。对，这是，不是，这是老母鸡，这不是小鸡找妈妈，这是老母鸡捉虫子。对，他们仨捉完虫子干什么去？去斗地主。哎呦，这么结实就对了。你们古玩圈，你们瓷器圈啊，什么安居乐业吧，什么，你真是这个，你们真是你们不懂这个。不，这个瓷器，这个在当时这个算是也算件儿。比较精的精品吧，胡说，不沾染你懂不懂啊？这不沾放啊？我们在研究这个，他有人说嘛，这叫安居乐业，什么安居乐业？这就是三只母鸡捉蝗虫的故事。你们都不懂沾放，你这那不是鹌鹑吗？怎么就变成三只母鸡？秃尾巴鸡，秃尾巴鸡，您看这，你看它有尾巴吗？没尾巴，秃尾巴鸡，秃尾巴鸡就这么来的，看了吗？这是母鸡，什么公鸡呀？公鸡，三，这就是三个寡妇鸡，他们没有男朋友，也没有老爷们儿，现在缺老爷们儿，让虫儿去给介绍介绍。文化汤，你呵呵哪有鸡窝呀，聪二哥？这个泡，对，泡秃噜皮了嘛？泡这个飞黄腾达。哎，对，蝗虫也有飞黄腾达的意思，这个结果被鸡吃了，它就飞黄腾达不起来了嘛，对不对？不是，它这个秃尾巴鸡，秃尾巴鸡就是你看这个都没有尾巴，你看这尾巴都是秃的，秃尾巴鸡就这么来的，我们老家话叫秃尾巴鸡。画家呀，对，没毛病。画家有可能想画疯狂，出哦，小鸡儿，
那跟你们呢，那跟你们这帮外行啊讲不了。这有个大的，这和面的盆。这个啊是和面的盆，这是过去刘文才家里边啊，这个厨子和面用的，就是给刘文才四川做抄手，做抄手这个和面用的。不，这小姐，这个可有讲究了。这家伙，这是矾红粉彩，这个云龙盆，大鹅公鸡炖大鹅，我看看，哎，这件我特喜欢，这件，等等，我把它拿下来啊，哎，怎么了？看，来，放在桌上给。这个文人气相当足。来，那个翻转镜头。你们说这叫什么？谁要是说出来，这叫那个谁那个文化堂说了不算啊。我捣鼓地上，不是，你等等，那个文化堂你说了不算的啊，我让大伙儿说，这是什么？我看看咱们直播间有谁，哎，谁要是说，你放屁，你说了算，你干什么饭，你吃什么饭的你，你说了不算你。你我拉黑了你，你就不是我粉丝了。不给大伙再仔细看看啊，看啊，高26厘米，25.5，有尺吗？这个高度25.5，高大概是27，26，不到27，差不多，哦，26.5。高26.5，高只有26.5，就是一扎多一点。这个直径的话大概是26，这个直径大概就是也是26吧。哪有26？25。你得从你不能你得光量这儿啊，你得量这儿最宽的地儿。这叫堵径，不量的度。度对。面二十。面是二十。面二十。对。这东西好。等等，这个文化堂你不许说啊，你们大伙谁猜对了，怎么连马桶都来了，你这马桶不是先生，那个哎呦，等等啊，看这面，这是秀墩没这么矮，给小孩做。而且另外我跟大伙说啊，这个件东西你看它这个山水啊，通景画的挺好，中间呢是前纹，这种就是前纹，这个看这个粉彩，这种是粉彩吧？粉彩跟五彩的区别是什么呀？这不是粉，是粉彩。粉彩跟五彩的区别是什么？粉彩跟五彩的区别
他们家都是做瓷器的，愁死我了，问啥他们都不知道啊。就会开心了。粉彩跟五彩的区别是什么？五彩是康熙，就是那个时候是过渡到雍正来了，他就叫粉彩，知道吧？康熙那个普遍是没有粉彩。说的啥呀？那个文化堂这个问题可以你来回答，粉彩跟五彩的区别是什么？是有一种彩呀，就是直接用彩画上的，有一种彩呢底下加玻璃白。他们家都做瓷器，不是，他们家都做瓷器。哎，这就是行内人，光自己会看，说什么粉彩跟五彩的区别不知道，什么叫加玻璃白也不知道，他不会讲。你说这不会讲了就成功了，还直播去给大伙看看这个这件东西啊，这个目前呢没人答对，没人说对。跟五彩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东西是就是一个粉彩跟墨彩的一个东西。哪来？不会牵扯到五彩上面去。我说的是五彩跟粉彩的区别。这件东西呢，还有一个奇怪的地儿是什么呢？大伙看啊，这是有釉，这上边呢特干涩，跟没有釉一样，这是为什么？到底这件东西？施光为什么下边没施光？使用的比较明显。什么？你说的什么呀？那你施光了，底下这也有施光啊？什么年份？什么？乾隆的。雍正至乾隆。你别老往上说，你谦虚着点儿。你说雍正，你说乾隆嘉庆怎么了？你非得，你说乾嘉的，你非得说雍乾的。差一个辈呢，不能乱说。差一个辈子，不能从爷爷直接跳到孙子。五种不同的颜色五彩，五彩也不一定准五种吧。窗口看看啥窗口啊？这个东西看了吗？高20多公分，到现在咱直播间没有一个人说出来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连它的名字都，它的款式跟绣墩一样，但是绣墩要远远高于它，是咱们坐具的高度。这个那个就都大，因为我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我问你了，你这瞎熏香的盖儿，姜菜缸子。哟，老黄，迎手应该是欢迎的迎，迎手是欢迎的迎，不是应。对，就是比如我们在这里坐了，那就我跟大伙儿说啊。这个东西呢是干什么用的呢？来，给我拿一下。嗯。哎，这么着吧，看了吗？看了吗？就是我坐在这儿的时候，它是放在这个床榻上啊，或者说宝座上啊，或者说炕上啊，迎手，这是古人放胳膊用的。坐在哪放胳膊用的，你想这东西多高级呀、啊！一个营手他做瓷的，那个时候吃不起饭，还放在那个。你说那会儿老百姓连饭都吃不起，对啊，都吃不上，他放个手还得做这么一件艺术品来放手。还是个瓷器的，还容易砸碎。对。还是个瓷的，还容易碎。这一看就是以前达官显贵用的。其他材料的营手，其他还真没太有。营手
都是瓷的。那个木器的应该也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木头的鹰首没有，这鹰首都是瓷的。夏天用啊，你别现在冬天。哦、这个应该还可能是夏天，冬天太凉。985说没暖气，冰凉放上。这夏天用啊。夏天用肯定没问题，冬天你可以用垫子啊，用。冬天其实它罩，它底下是镂空的，可能可以放炭火。不是，别瞎说了要。不能。甄嬛传。那它底下是镂空的，干嘛？它用的是那种就是黄，就是那种绸缎的那种。就是 这个东西古人如果冬天用的时候肯定是可以用个包的东西给它包住，那就没有冬天再用，不会冬天用，冬天就不会去包了，他肯定就用一个那种就是宫里面那种贵妃用的那种绸缎式的那种东西。它底下是不是镂空的，跟枕头一样，底下就是这样的。这个它跟那个绣墩的做工是完全一样，就是一大一小，绣墩呢就这么大。我小时候啊，我爸从山东单县金乡单县那边，绣墩以前是，绣墩是晚清的时候才会做，很多都会做这个绣墩，但乾隆可能都很少。明代就有行吗，大哥？明代是有啊，但是很少，但是它不一定叫绣墩。我爸那会儿啊买过一个，从山东，就是金乡单县那边。我说的意思是明代你或者康熙啊雍正那个时候吧，他那个绣墩他不一定是做的去做屁股用。那肯定做屁股做具。不一定，他可能是一个陈设器。陈设啥？到了晚清民国了，他就变成一个使用器了。这个什么到晚清民国呀，那些。就晚清民国这普遍这种东西就很多了。你去看古代书画里边那些人做的就是绣墩，做绣。它不是瓷器的。行吧，我不跟他抬杠了。就是以前呢，我买过一，我爸买过一康熙那个一个青花的，明代的，嘉万的，一个绣墩。这家人家把这个绣墩怎么用的呢？他那个正面啊，没有这个开窗，没有这个透气的这个不是有个前文吗？他那个上边没有这个洞。然后一边呢，你看这两边啊是两个前门，它那两边是两个扑手，就像大伙俗称的狮子耳朵一样，扑手。老百姓怎么用的呢？翻过来，把这用水泥也给灌上了，然后里边放粮食，放米用的，就一直放米用。这是我对绣墩最早从小时候的认知。不过那会儿呢，很多包括专业古玩行内的人呢，对瓷器的断代呀、年份呢，很多人看不好。这个那件东西，当时很多人呢都分不清年代，因为我那时候小，我小吧，我爱学习，我说这个是开门明代的东西。后来被我一个大伯花了4000块钱买走了，那件东西完整无缺。金乡单县那边出来的瓷器什么的年份都好，东西都高级。咱们直播间有那个河南那个博爱那边的朋友吗？沁阳啊，博爱啊，你们那边老百姓家里户里边也出好东西，像笔筒啊什么的，那边过去应该是文人多，特多。你们大伙可以留意一下，没准能买到一些。这就是一个营手，古人搭胳膊用的，放在这个大的椅子上，或者说炕啊，这个床啊，上边坐着放手用的。你想咱们现在这个椅子还有扶手呢，对不对？嗯，我们还得搭手。那像古人如果坐在炕上，坐在一个大的椅子上，其实大椅子上有扶手，但是大的椅子像那特大的椅子一边它也会放鹰手。比如说放坐在床上的时候，那人手怎么着，只能这么着。而古人哎，弄个鹰手放着，显得人更庄重一些。嗯，足可以说明古人呢、啊，古人的生活呀，这个如果条件差不多的话，比现在我们人呢，更加的会有艺术情趣，而不是现代人呢、啊，这个越来越，我觉得越来越没有
生活的味道没了，别说品味了吧，就是生活过得大伙压力又大，是然后也顾不上欣赏了，也顾不上真正都是活着，不是生活了。不能再多说了，再多说了，这些东西是很不错的一件东西，它就是上边失光了，就好像釉啊给没了一样，但是你彩又一点不伤。那你说这件东西为什么彩一点不伤，釉子没了，那釉子如果没了都没了的话，彩肯定没了呀。对，它你给我解释一下。哑光的，对，这上面就跟哑光一样，但是这个粉彩呢又都还在。小熊你给我解释，那粉彩后画上的，来我看看这彩是不是后画上的。可不兴这么说啊，没有，他是不是有点，没有啊，对呀，你肯定当时这种东西肯定是中间，他肯定不会怎么去轻易碰到，肯定就是一个上面一个下面。那底下这怎么会碰的多呢？二说他碰的话是面碰的多，说这碰的多，这碰的也多呀。你不对呀，而且他是就从这中间这一块釉水没毛病，上边失釉了，失光了，上边完全哑光。你们说这东西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啊，刚才小熊说嘛，是泡水泡的，泡水如果把釉子全给泡没了，这彩也没了，那必然的呀。而且彩是釉上彩，怎么可能釉子没了彩还在呢？彩也磨损了。哪有磨损呢？这很完整了。你彩五彩也好，粉彩也好，是釉上彩呀。它是釉上彩，它。彩不也磨损的很那个吗？文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五彩粉彩都是釉上彩，你把它磨损了，釉子如果磨没了，这彩肯定没了。这彩，你说急人不急人？你说玩个古玩就玩个古玩吧，玩上火了又。玩急眼了。你不急眼怎么着啊？你这专业，你那专业呢？你不是靠瓷器吃饭的吗？娘家糊口吗？家里边老婆孩子一大堆，等着你。彩对洋彩。嗯，看解释明白了吗？他可能有些补彩，补了一点彩。怎么又成补彩了？补了一点彩。这个好啊。是好啊，这东西啊。价格不便宜吗？小的对，也还好。也还好。多少钱呢？不贵。15到20。哇，你们这家伙都是富豪，15-20了还很好。这东西高级啊，这小鹰手多好啊。嗯，是挺好的。嗯，画的好，画工好，画的好。嗯，画品真不好。你是什么时候的乾隆啊？乾隆的又修补是吧？没有修补。他是在说问为什么这个有釉，然后这里没有釉水，但是这个彩呢依旧是很亮啊。你爸爸知道。他没在，我也不太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这儿釉水好，这上边釉水没，釉水跟哑光一样。完整的吗？完美的。完美的呀。完整的。你看小熊说补彩，他小熊是，我也没看出他哪补彩来，这彩不挺开门的吗？你看这啊，就是。你看这个，这光怎么？这穿出连着连板了啊！解除你的疑虑。上面怎么失光的嘞？上面失光的原因是什么？紫光来了，紫光照一下。是补彩的。嗯，可能这上面可能当时碰了掉了。补了，当时补了一点彩。哎，对，看到没有？这里都补了。对。没有，他补这点彩没事啊。嗯。修了。这里哪修？刚刚这里。就是可能这当时这个彩啊，就是脱掉了。对，有脱落，有彩有脱落，重新加了，那就重新又补了点，补了点，对，有脱落有灰，那紫光照看到吗？嗯，照这，补了一点，这是补的是吗？当时可能使用的就这样，使用的很明显了，磨损的了，磨损的很明显了，就这局部补的点彩，
部补了彩。可是大面积，哎呦我靠！哎呦我靠，都没认出来我是谁，能不能行了？不是你瘦的还剩多少斤呢？瘦的皮包骨了都。你是不是最近？最近累着了。不抽改扎了。我这腰子起码得瘦十斤以上。你这好像是真瘦了挺多、啊。你一开始进来不知道是谁。这都没看出来。我靠！是不是吸毒了你？不是他，你瘦了得几十斤吧？没有那么多，得十多斤呢。你打住吧，没骗你，你最胖的时候跟现在最少瘦了三十斤。衣服显的，你瞅肚子还这么大，没区别。得了吧，你差不多了。李小脸都跟我一样了，嗯。哎呀呵，你让他当时这样磨，这样拿的话就没有他这东西，不这都看出来了。这东西不会这么拿的，这么拿很容易，那个时候他手滑很容易打碎的。他当时如果拿去，比如去洗呀、啊，干嘛的，擦灰呀、啊，他肯定是这么拿的，他肯定是这么拿的，他不可能这么拿，他不可能这样拿。肯定这么拿着来，就这么拿着来。不会那么。你看澡堂子里边不都有这么一个吗？你小心啊，你小心啊，嘉祥哥，别开张啊，没事，玩牌吗？不玩，不玩了，不玩，你在干嘛呀？玩啥牌？骗子多，玩牌，我打台球，我天天打呢，我打台球是我骗别人，玩牌是别人骗我，打台球咋骗呢？我天天打的，我在回来打一个月了，在云春，是吗？天天都是管着开店这帮人，哦，我想练练好，赢老来点钱呢。哦，我打不过他。那欢迎你去啊！你还给一楼呢吗？给 A 楼一楼呢吗？不在了。去哪儿了？我现在那个暂时那个不开店了。没整店。对。玩牌就。开啥店呢？我现在搞点副业，没事弄帮寡妇弄着玩也行。嗯。寡妇。那个。天天就是寡妇。磕不呗。对，行，没事，我走了。好嘞。我给你上楼十九号。哦。什么人渣，我都不爱搭理他。还跟我这儿，还跟我这儿啊？人渣，你没听我。我跑个屁去！我明儿早晨我还得那个一早回老家。谁跟我回老家呀？佳英，你到底跟我回老家吗？你说好了吧？一早啊，我一早我不那紫檀笔筒放车里了吗？我得那个什么呀？我得那个做新的去嘛，车新笔筒去，紫檀的。我看看我爹俺爹俺娘去，我关键是，我把你们老哎，我说你给大伙找个能交易的怎么样？不错的瓷器。交易的。嗯。那个。什么呀？那个香炉，那个狼牙绿。这算狼绿啊？这算狼绿啊？他说啊，小熊说这叫狼窑绿。小香炉。小香炉。这交易啥？这多少名啊？也不知道，仿歌佑的，这不歌佑这种开篇吗？绿哥了一个。又说绿哥，行，绿哥就绿哥，不是、啊、你。这个便宜8000。新的老的，啥年份的？民国的。新的吧。民国的。是民国吗？新的。这玩意儿，不是你真的假的、啊、你？民国的，民国仿雍正的。这玩意儿，你看人家他们都说前天的，上周的。
百分之百民国吗？啊？是。他说是民国的，不是前天的。文华，你说这是什么时候的？带个小摇铃准的。哎呦，我给大伙贸易点啥呢？也没啥贸易的呀，要不电连锅断了得了的。整住他去，把电。可以，立打款，立马给你。那个。价钱合适，带上加油，加油。可以，打钱，给钱就卖啊，打钱，价钱合适，什么都好谈。连电。价钱合适。连电打着人，这还一个，啊，还有我。对，我们仨。我们仨一块儿。对。价钱合适，合适都好谈啊。熊老师啊。哎，别照着我，别照着我。啥都不讲不出来，是不是眼力好？这就是哎，你们大伙说啊，做古玩的就是这样。你看懂的人嘛，这眼力比专家好。你把故宫博物院的教授们、这个研究员们叫来之后，拼眼力都不如这主。你让他讲什么叫五彩粉彩，他都不知道。不知道，讲不出来。他就讲不出来。他说啥就是啥呀。哦，文化，刚才小熊说这个是你烧的。哎，这对儿这个穿戴瓶也不错。对，穿戴瓶。这个叫穿戴瓶。穿戴抱月瓶。嗯，穿戴。这个就是五彩，你就拿个粉彩跟五彩去对比。仨人，从二哥你死，仨这你看这上边有描金，看了吗？这是矾红描金，看矾红描金，这是穿戴，对，叫抱月瓶吧。卢台春，哎，现在这个酒瓶子有类似这种，这是个扁的啊，这是个扁瓶，这底下打眼了吗？这跟酒瓶。底下打眼了吗？这个就是赌石的。什么赌石啊？这底下肯定打眼了，这是老外给做成台灯了。唐三彩，唐三彩，呸，这是一对儿，看。其实这对儿挺不错的。什么叫穿戴瓶啊？再给大伙儿说一下啊。你们大伙儿说为什么它叫穿戴瓶？挂脖子上的，挂你脖子上的文华堂，文华堂啊，你真气死我了！你那必须的呀！看，小两哥，你的那个抖音号是什么？你看，底足，你看，侧面过来，穿戴穿戴呢。就是带子，其实一般古代是它不应该是绳子，是宽一点的那种带子，穿带瓶。它军用水壶转变异，它不是提着打酒用，它就是采用了一个实用器里边这个穿戴的一种囊的形式也好，这个提囊也好什么的，用了那么一种形式给做成的一个观赏的瓷器。这个瓷器，这个器型的来源其实就来源于这个穿戴的囊一类的那种东西，就是打水的囊啊什么的，用瓷器烧出来呢，是作为陈设器了。本来它是陈设器，到老外那儿，这老外啊，中国瓷器到老外手里边，首先呢也显示身份跟地位，这个，
对，他就防那种皮囊一类的。这老外呀，你什么雍正官窑、乾隆官窑，值几千万、几百万的呀，底下打个眼儿就给你变成台灯啊！你看，这都是变成台灯了，看了没？而且是一对儿，这是项链。文化，我弄个链子，我挂你脖子上去，我。挺好的这一对儿，这一对儿底下应该打眼儿的。对，底下打孔了，嗯，他做了台灯嘛。对。必定打孔吗？不是我打的孔啊。必定打你吗？好像是。啊？没有。怎么了？没，我表哥说不一定打孔。大哥不一定打孔，这上边通的。底下线怎么会不一定打孔呢？你从侧一面也能看见了啊。它有些线是它不一定打孔，它有些线是往外穿的。你怎么？你赌一下，你买回去赌一下。哪还有9.9上车的呀？刚才、哎、这个小鸭子给他9.9上车。佳英说：“这小鸭子给你9.9上车。”小鸭子给你9.9上车。这佳英还不小快乐，小快乐呢？我抢来的那几根呢？那几根怎么都没了？哎呦喂，真是！你拿着我手机看看，大伙喜欢啥？你能卖给大伙一件东西吗？又好又便宜的。又好又便宜的，能卖给大伙一件吗？那香炉又好又便宜，香炉合适吗？香炉合适。香炉民国的。性价比最高。对呀、啊。就景德镇现在一个做个茶具，现在都得几千块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要扔进拍卖。大家一问，我们俩三不知，谁敢这样卖？都想买。你问的都是很学术方面的问题。得去跟那个故宫的叶佩兰老师。叶佩兰老师，他有课吗？我去报班学习一下。大姐。嗯。你还是跟我学。嗯，跟你学。因为我跟叶老师啊，一块儿那个一起那个鉴定。对，小鸭子9.9啊。给你上个链接，这个古玩行啊，年龄大了呀，嗯、看不了东西了就。眼睛会受损。有一次鉴定会上呢，我跟叶老师坐一块儿，叶老师在我旁边，嗯、那藏友拿过来东西啊，那叶老师都特有自知之明，先，佳香你看看，你先看，我看老的，我就跟老太太说，我说。先生，这是老的，康熙的，乾隆的，光绪的。老太太就再去跟苍蝇说，这是有自知之明，这是内部的事儿，我不应该跟你们说的，这中间。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是有什么不好说？这是内部事情。哎呀，我这最喜欢的小鼻子要裂了。卖个茶具也可以，这不咱从景德镇拿的吗？是啊，茶具我讲一讲，这快坏了，那坏了，那个是坏了，谁给摔的？不知道，反正我挺喜欢这个颜色，胭脂红。我也喜欢呢，这不是胭脂红，大姐。这怎么不是胭？这算胭脂水，这算胭脂水。我还跟不跟你去啊？你起得来吗你，大姐？你打电话喊我，我就起得来啊。去了他其实上都是那种没东西。我老家啊，我回家去车点紫檀笔筒啊，我去车紫檀笔筒去。Thank you.
他们说什么呀？你一个杯子包装几次就不碰坏了。泡澡，他说他不跟你泡水。巨巨巨巨车租的。我泡个屁！我不知道就明儿我回来泡澡去。明天我回来泡澡去。他山烟，学泽寒烟，你好，那个我这刚才抽根小快乐，他有他不让抽，然后我这一抽他就拿扇子一劲儿的扇。没有，怕你热，给你扇扇风。啊、哦。我别穿一个点。哦，真的垃圾东西。学的寒烟，你好兄弟，大家晚上好，就是周一是吗？对，今天周一。咱没给大伙整个福利啥的呀？哎呦，你这有什么好的擦杯呀、啊？给我们上一个怎么样？那福利，他大家不见得觉得是福利啊。你给来一个怎么样？谢谢学的寒烟的灯牌。也有，但是价格不也不是太便宜。嗨，你那不说的是外国吗？那嘉莹给大伙儿，《西厢记》的人物茅台杯。茅台杯。对，唐口款。什么叫茅台杯呀、啊？闻香杯吧。闻，这是闻香杯。闻香杯有这么大，这个呢就适合用来喝茅台，你知道吧？啊？这比茅台送的小酒杯文雅高级的多。啊，那倒是。而且你看这个画片是那个这个开景《西厢记》人物侍女人物，这应该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画片，一杯倒。我看看。对，说我呢，我特别喜欢这个。这是《西厢记》吗？哦，鲤鱼再说不了就不要说了。鲤鱼跃龙门。对，鲤鱼跃龙门。对，这是西厢记的故事吗？是吧。西厢记我只记得爱情故事是吧？最传统的就是张生跟崔莺莺，一个墙头外边一个墙头里边那一个画面。那是人尽足享，对，你就禁忌了这个啊，这叫茅台杯呀、啊、我喜欢这个，应该给他们厂子，我靠，他们厂子配上这杯子，对，这杯子比台子贵吧？没有，大概是台子一半的价格吧，一千多啊，比毛子一半的价格，980，这个平常要卖1180。哦，如果今天大家要的话，我就980。哦，别说我不给你们福利啊，这个人家堂口不让这个价格卖的。那完了，有人要吗？没人要。反正我是挺喜欢，我平常我跟你说，平常关掉直播吧，主办方都没人要。平常我用什么东西？你看你这个直播播的980都没人要。平常我用这个倒茶的时候。就是看看里面这种人物画片啊，不是，这是全手工的吧？是啊，全手绘啊。给你机会不中用。全手绘拉坯呢？这坯是？坯也是全手绘。坯都是嘉莹拉的。不是，这不是我拉，我没有这个。应该这种杯子都是全手的。对。拉坯，从拉坯到这个画工都是全手的。这个是窑主本人亲自画的，反正你。近看拉近一点啊，你就知道这个画片画的有多细腻，这个人物还有这种祥云。哎，明儿你要是那个起不来不跟我回老家，就发999啊，罚款。啥？你还倒讹我999？你不说跟我一块儿回老家，你这工资还没发还倒讹我999。这一杯茅台喝不动，慢慢喝嘛。慢慢喝，一小口一小口抿。没那么便宜，这种东西都是一分货，钱一分货。其实现在新瓷器也一样，它价格都差距很大。
对，为什么大家喜欢买老瓷器呢？因为有的时候新这种新茶具做出来的价格，有的时候它如果化工细腻，以及加上堂口和品牌的价值的话，它比老瓷器有可能要更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过那个景德镇一个最知名的窑口，叫做那个，完了，那个名字又忘了，叫啥三个字的。刘家祥。不对。聂家营。你怎么不说刘景堂呢？叫啥？带一个宝啊，对，宝运阁，宝运阁，宝运阁就单单一个那个盖制。就是一个小圆这么大小的盖制啊，它卖1-2万多，而且这个价格还是靠抢的。对，人工贵，化工贵，人家窑口要养那么多那种化工师傅，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要买那种老货呢？老货它第一个有收藏价值，第二个有上升潜力，第三个它有可能比咱们这种找这种专门人定做的，其实总体价格性价比来说还要更便宜。这个其实啊，这个新的瓷器，谢谢李总的点赞，这新瓷器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们大伙看，你比如说去景德镇，到景德镇可能类似的这种杯子很多，但是有浆灌浆的，胎是灌出模子出来的灌浆的那种，然后化工它不是手绘的，它是贴花的。对，贴花的就很便宜。而且现在有些贴花的，五彩啊、粉彩的，甚至于把凹凸感都做出来。我去唐山卖的新都、新瓷都、新瓷都特贵。对呀、啊。咱会不会念个字儿了？还呀？哦、一共只有这几个字儿。我去唐山卖的新瓷都都贵。新瓷都特贵。对。他说瓷都。对，所以参差不齐的这东西就一分钱一分货，而且懂的人肯定是买这种纯手的。但是不懂的人呢，其实也得靠不懂的人靠咱们给他介绍。他们不懂就完了。不，没治。他们不懂，但是他们也希望有个懂的人能像刘老师这样，比如说，哎，咱家陈鲜好，为什么好？这个价格便宜到底便宜在哪里？他们也希望有人给他们介绍。但是其实很多人呢，我发现就是他消费水平能力不一样啊，很多人就是贪便宜。谢谢这大家分享直播，这个手绘的呀，这必须手绘。对的，就是每个人的消费能力不一样吧，所以有人他就愿意买便宜啊，就是哎无所谓了，我就是喝茶嘛，不太讲究。对，然后讲究的人一定是买这种东西了，就对，不过你这玩意儿喝台子的，你给拿个整个喝茶的呗。来，这个是蚊香杯，高足蚊香杯，山雪。我买高温颜色釉，哪有高温颜色釉啊？谢谢李总的那个分享，谢谢谢天一的分享。那颜色釉就没有高温的，青花是高温1300多度。这个颜色釉，这个五彩也好，粉彩也好，这种彩色的釉，它都是低温算。这个给你们看看，这个画工好。这个就是蚊香杯。我看看这蚊香杯。对，那天一个大哥问我，他说你手里这个杯子很好看。哦，这个山水画的。山水画的特别细。画的。满工满绘啊。其实我告诉你们，即使这个满工满绘，它跟清代比如说康熙，那会儿的青花也不一样。不一样。对，因为层次感不一样。对。以前人做一件东西啊，低温会掉漆吗？什么掉漆？低温掉什么漆呀、啊？低温呢、啊？对，你不讲究的，可不，你花1块钱买8个，买个玻璃杯。这个画500，这个画工500。500是最少的。最少的吧，应该说。对。能画出来吗？500。这个最少得500，最少得500。500，因为你可以看出它的笔触有多细腻，就是画的特别特别细啊。拉近给大家看一看。那你想，你普通的这种那个学画画的，对吧？这种那个美术学院学生出来那个出来的学生，他画一个这种普通的杯子，他也得7-800呢。一共是一个是手工费贵，
对吧？人家还有个那个制作成本呢。够了呀，这两年，哎呦，现在景德镇那边化工还便宜点呢，比前两年。现在啊。前两年都飞上天了，景德镇那边的化工。对，但是这家窑口的话，价格一直很稳定，它不是说随便乱定价，也不是随便乱涨价，它是什么价就一直是这个价，对吧？拿铝饭盒。喝茶都有，对，那你985，咱们俩那个，你花一块钱买一摞纸杯子喝茶不也一样吗？你还拿铝的，对，你拿玻璃的干嘛？拿纸的，你自己卷个报纸喝茶去。对，还带过滤呢，咱俩说的不是一样的东西啊。搪瓷缸子，你这、啊、那都高级啊，按那个985来说，咱那个用户酒啊，用户酒这985，对，抠门的神。对吧，你别拿铝饭盒了，铝饭盒还贵，你就拿那个过滤纸吧，用完就扔，对吧，多方便呢。咱家985关注我两年了，嗯，一愣是没下过一毛钱，愣是铁公鸡，一毛钱单都不下。我说服，咱俩真是，其实我们不是，其实我们直播间都服，别人都不服，不服我，不服家莹，就服你。对，就服你，我俩都服你。用不要的鞋也能喝，对。你们大伙砍台舔脸的，还是说我这是真两年多了，那可真费劲啊。不是，不过吧，我跟大伙说实话，连个灯牌都没有。你要说两年多，我从开始直播呀，100多人，播到现在20多人，也是一个奇迹。对，妈，很多人都让我给骂走了，一不靠谱我就骂人，一不靠。985一直在刻苦的偷知识。啥？这你都知道？嗨，杭州金字塔拍卖，晚上在酒店我直播，我把手机放了之后，我去洗手间，突然忘了，洗手间是透明的。好尴尬。结果被一帮损色。你是不是整？你当时整直播来着？是我们上次碰面那次去的，那次是吧？嗯，我直播着呢，在房间里边啊。我去洗手间，我忘了洗手间的门子是玻璃的，是透明的，通的。哦，听你说过这个事。来，你在那里面洗澡是吧？澡没洗呀、啊，还洗澡？我天哪，你那还不给我，那还不把号给我封了呀、啊？你还看见？哦，你当时还直播了是吧？我不直播怎么闹的笑话啊？哎呦，我天哪、哎！我还洗澡，我洗澡。怪不得一下子掉了那么多粉。我故意什么呀？我就不知道啊！我扭头我说我方便一小下，我就去了，结果。好，关键手机正对着我那浴室，还反光啊！哎呦我天哪，反正就全看了，哎呦丢人呐！怪不得咱这直播间人数下降，突然哪儿啊？当时女士们全上来了，男士全走了。啊，怪不得女粉丝全来了。还是说你太恶心了。怪不得收获了一波玉帝妹妹，瓷缸子也贵，我一个毛瓷杯花了3K，整一个这个上树的猪。上树的猪，你上当了，你信吗？对，搪瓷缸子，你还整一个老瓷杯，你还花了三。化工多好，我告诉你，又水又好。那种油光瓦亮，那种毛瓷的东西很贵，你花3K不一定。金令错。请您处奉，你什么时候玉帝哥哥了你？我那玉帝妹妹们才叫我玉帝哥哥呢。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点个灯牌，点个关注。不打岔，手里两杯真好。哎，对了，985。那个。总算看到你说了一句人话。没点灯牌，没点灯膏。你真的总算说了一句人话。坏了，985，你这。没有，开玩笑的啊，大哥。你得罪佳莹了。没有，开玩笑的。百年仿制，都是原装。你更上当了。对。那玩意儿啥百年仿制啊？哎呀，那玩意儿就是坑人的。完了，上树的猪啊！我告诉你，上树的猪啊，从今天开始以后，你买任何东西，你咨询我一下。有些东西你买了无所谓，这个比如说我就喜欢，花个300-200的买了无所谓。可是有些东西呢，它具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东西啊，
你就千万你就得，你的出发点就是这东西我想收藏，甚至我想升值或者怎么着，对，我想把它当成什么一种什么，然后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咨询我，一定要问我这东西有没有收藏价值。嗯，像这个也有证书的，这证书没用啊。虽然说是说没用吧，但是如果说你说领导啊就喜欢这种青花杯子喝茶的，不过这东西确实我们有包装和那个证书，完美，谢谢凯琳的点赞。9:30了，咱回家睡觉吧，明天还得早起了。有人要这俩杯子吗？要的话我们俩上卖不了去，卖不了去。要的话上个链接，不要的话我俩就下播了。现在杯子很火啊，现在杯子贵，杯子很这几年杯子很贵，一直很贵，这好几年了。嗯，有没有大哥把这俩这里还有一个钻心杯我拿出来啊，给收了。来，小熊，小熊拿一个新的老的，啥年份的？啊，啥年份的？钻心杯，卖出去一滴，我估计这一宿也卖不出去了，这俩杯子。卖出去再回家。一定要卖。不是，都，哎呦，这个好，这也是新的呀。新的是新的，茶具嘛。钻心杯，这个制作工艺都挺费劲的。啊，这就是采用了开窗。对，感谢大家关注了主播。就像转心瓶一样，对，梅兰竹菊，它的原理就像转心瓶一样，它是代表春夏秋冬。看啊，梅兰竹菊，梅是君子，兰，它这是可以转的。李大哥要看到了准买。梅兰是谁呀？九八五。竹，这是菊。嗯。这是竹梅兰竹菊四君子，这是个转心杯，搞波福利。其实他为什么要用做转心杯呢？这个徐大哥，谁是徐大哥呀？哦，徐家印大哥。他妈不卖给他，那是个坏人。你先把他捞出来啊，985，你先把他捞出来。这个杯子首先拿着他肯定不会烫手。对。嗯。另外这个烧制呢也确实比较麻烦，很工艺很复杂，而且全部是手工拉胚制作。他肯定先这个东西啊，肯定是先把里边塑烧完了之后呢，然后再把外边弄上之后再塑烧一回，先速烧一下。这种烧的话呢，如果这种残就是半成品，残值比很多的。哎，有些它烧的它这个釉跟胎粘黏住了，这个东西就那就这就是多用粉呗，废品率很多。对，就是可能100个可能能得到一半都不错。你这多少钱吧？梅兰竹菊四君子的走波福利多少钱吧？399。3999。不是，你到底是399还是3999？不是，他一说399，我就不用上车了。对，我就给他留下了。这肯定不烫手啊。4500，人家3999呢。嗯。从容，你好。这是个转心杯，仿这个转心瓶研发的一款，应该是。古代没有这转心杯，我买来就3999，我本来原来买就是送，买了两个，送了一个出去，送给领导一个，领导很喜欢，然后自己拎，结果抓就买那个买古董，买我老货的，然后就搭一个这个，送给从容要399啊，他刚才说399，他少说了一个九，他要399，我真的。我估计大伙都会抢吧，对，可是肯定下不来了。我看这还有啥呀，你拿那个阴气杯讲讲，那个是仿古，仿古的哟，百花不落地，这个也是仿古，这是英系，这是乾隆款，乾隆款英系图，英系其实就是代表着多子，多子多福那个意思，怎么它不是通景，这个百花不落地挺不错的，可是这个也烧坏了，里边杂质太多了。对，
里边是松石绿的地儿，松石绿，松石绿里边太脏了。这种你知道吧？不过这个，这种杯子刚出来，在某拍卖会一对，就是第一对，也就是母，就是第一对，可能刚出来啊，拍过60万一对。听见了吗，大伙？可现在是随着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做多了，这是高仿的，高仿仿古这个杯子，专门打那个打专家的，这是打专家眼的，这专家眼都瞎了，这东西看不出来啊。专家可能这个东西，专家在专家手里面他就是老的。转玩好做，什么呀？这转心杯好做呀？这个不好做，这个不好做。我现在都不知道人家这个环是怎么套上去。你看，它只要一粘住它这个就转不动了。嗯，很难做。这个多少钱呢？这个成本可能都得两三万吧。就是现在去景德镇买这么一对杯子，就是买过来就是纯告诉你这个是新的，这个仿古杯要两万三万的，你才能买的，人家还要找的那种，找对人买，就是你自己去，就是凡就是去那个普通的那种门店里面买不到。这是五子登科啊，1、2、3、4、5哈，还真是。这还是这孩子还扛着只桂花呢，也是折桂图，这也可以叫折桂图，反正这孩子是扛着，没有，反正就那意思吧，就是一群小孩子。这个就是原来过节或者过年啊，就是这种出来放炮仗那种。这个百花不落地的挺好玩的，女孩子应该喜欢。这个三十，那都是仿乾隆的，这种那都是仿。就这家人，这家人的货，就原来有一块这个瓷板，就我跟佳音原来不是在那个金谷拍卖看到一块这个瓷板，就跟这种彩是一样的。这百花不落地的这个杯子，女孩子喜欢，女神们喜欢，是吧？因为这完全符合这个慈禧老佛爷的爱好，不过慈禧老佛爷又跟百花不落地不一样，它是大哉，它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贵妃用，完了，今儿一晚上一件东西没卖，把垫打包整个卖了吧，搭上那仨人，结果女孩子闺房里自己用，搭上俩人都卖不掉。哎，凯文，你好，晚上好。房间里是有一套这样类似的，也有一套自己喝茶，那个喝茶。我这卖啥都卖不了，也没人买，怎么办呢？你们说。这把扇子。这把扇子是嘉祥的。你的玉扇。这扇子是嘉莹的。嘉祥哥给我的。还有一个。对。凯文你好，静穆朝阳你好。没有，我今儿晚上那个。我来这儿蹭饭了，整个花里饭钱都没赚到，饭钱都没赚到。哎呀，谢谢凯文，谢谢凯文兄弟的灯牌，关键他们家那个嘉莹他们家都是老的瓷器，是吧？没有别的。谢谢静穆朝阳。哎呀，不是，我刚拿两根，拿了6根小快乐，合着我整了两根剩的，他就全整没了。他一个人能整4根啊。嗯，宜兴紫砂的杯子给我了，我
上你紫砂杯子没有，我紫砂杯子全给老陆了。哦，嘉哥，我没要，全给老陆了。紫砂杯子是不是黄花梨？我觉得紫砂杯子没用。黄花梨，这什么黄花梨？到你的专业了，你告诉我它为什么不是黄花梨？那是不是红木啊？跟黄花梨的区别在哪里？这个破玩意儿啊，还真是黄花梨的。是黄花梨吧？嗯。黄花梨啊。就是铜活吧，不行。这铜活这个。以我的经验，我也，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古董啊，这个都是相通的。就跟你看瓷器，铜啥铜啊？这铜活不对，这做工不对，料对啊，料对，料是黄花梨，对，是吧？而且还有年份，肯定到了民国，对，肯定明天，不是今天，昨天，这个箱子，昨天，前天的。这箱子年份有个十年二十年，但是呢材料对是这工，你看这毛水就跟老的完全两码事。它你看这个黄花梨，这个就跟这个箱子还是蛮精致的。清风自来，你是他怎么知道家具做旧还得上老抽呢？不光老抽，鸡饲料你知道吗？卖多少？这种能卖多少钱？卖3万块钱。嗯，三万。说真的，8000。掏钱。不是，你说的卖，我没有。我没有。你个大忽悠！人家一下就搞得你在这个。人家要是问咱，咱就往高了说。人家图个高兴，对不对？咱也图个。你这个博主一下就那个。走吧，回家睡觉去。回呀。我们回家睡觉去了，明儿早晨得早起。那个，我去做几个新的那个紫檀的笔筒。我也想做，看一下茶盘。你就为了买个茶盘去？不是，但是我也想看看你说那个老家那些做木头什么的，也想去看看。咱家自己厂子，你还那些？咱家自己厂子，我不是上次你喊我去，我没去嘛。你多少去过呀你？哎，那个之前潘老师喊我去嘛，然后我就没去嘛。那个骑的车还黄。哎，嘉强哥，能不能安排一下那个有机蔬菜？干嘛呀？你不说那有机蔬菜好吃吗？大冬天的，你在北方找有机蔬菜？你上次不是说有吗？你说那个都没了，这季节。这季节咋都没了？对呀，这季节山东都没了吧，李总？只有夏天有吗？可不。哦。南方有。那吃点应季的。南方现在很多菜都没了。应季的有没有？都不行了。就只有红萝卜。应季的有，大白菜、土豆子、胡萝卜、地瓜。可以，这些可以。我不要吃大鱼大肉。他都不挑食。我不挑。做个大棚啊，有应季的菠菜，对。对，菠菜。不，楚二哥，我告诉你，咱家有多那个方便的啊，咱家没种那个，没有大棚，文正哥那儿有，傅文正，他那有大棚，他那儿冬天什么菜都有。哦。去他那儿弄去都。我冬天就去他那大棚里边摘菜去。咱们去那儿蹭一顿。豆角你买9块一斤，哇，你真是有钱人呢。我们家豆角都是自己种自己吃，都吃不了。你刷脸带我去吃一顿。吃什么呀？有机蔬菜呀，那个大棚里的。这都像奢求，你看眼巴巴的看着我。你看咋，我就吃个蔬菜都是眼巴巴的看着。他眼巴巴的看着我，可怜巴巴的看着我。你就说能不能安排吧，这样的。上车。豆角是吧？能安排我就去，不能安排就不去了。能安排，那就是了。我们都是菜场快下班了，去捡白菜帮子。
安排什么，焦阳哥？虫儿哥，好勤俭持家呀！安排海鲜啊！太勤俭了。哎，兄弟，那个我明天关键回去得找到合适的料最好。我告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紫檀越空心的紫檀料越老。我告诉大家，工资低，物价不低。天津啊，天津物价比北，哎，我还真不了解，工资肯定低。我告诉大家，这个紫檀越空心的料质越老越好。十坛九空现在有很多那个紫檀的新料啊，都实心的呀，它那料就不行啊。我跟你说啊，那东西做呀难度，昨天谭老师过来，谭向东老那个谭向东过来了。谭老师是什么呢？是研究家具的，明清家具。他的资料库把现在市面上包括以前人们卖的很多东西，照片啊资料他全有。昨天谭老师来我这儿，昨天前天的，一眼就看上我买的那个笔筒了。因为他，你别看那么厉害的一老师啊，跟我可是老规矩了。因为他知道我的眼力也太厉害了，就是他说：“家乡，你真厉害呀。”我说：“怎么了？你看你这笔筒，这线条真那么漂亮，太少见了，这么漂亮线条的。”就说那个紫檀的，我说文正哥说那个去做新的，谭老师说他做不出来。他说你让文正努力使劲去做，有可能能仿个差不多。望远镜那个，对，嗯，这种效果感觉的话，哎，反正工人呢就不能图数量。比如说这个工人一天能挣600，嗯，我就给你一天时间，你给我去做一个笔筒，差不多也就这样，像那种笔筒做那么好，他一天能做一个就不错。在左舅，不，你二哥你想干嘛去啊？我还这么跟你说，二哥，我告诉你们，紫檀那种老料，好的那种，就是空心的那种老料，像印度那种老柱子，它屋里边，印度有的时候屋里边有那种小亭子一样的柱子，也都是紫檀的，也有这种紫檀的，那种料做出来几乎不用做旧，你把工做到位，自然旧。那种老的紫檀料，你做到位之后，你一擦，随便一擦就是自然旧，都不用做旧，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玩上两年。我告诉你们，你蒙专家，我告诉你，从二哥，你能，我如果去造这干这种事儿的话，你能把全世界的专家都蒙了，而且就算行业内的玩木器的人，你100%全部干掉。我敢这么说，为什么？首先，我选的料，我用，哎呦呵。首先呢，我选的料，我用最好的紫檀，那种老料。然后我把做工再做到了位。你们知道那个老紫檀呢？谢谢凯文的分享。那个老紫檀稍微一盘，它就出包浆。这个。黄花梨的东西一定要用海南黄花梨去做，它最容易做旧，最容易出包浆，越黄都不行。越南黄花梨去做旧，去做仿古，你再怎么擦再怎么弄出不来包浆，就是干的。用海黄一弄包浆就出来。紫檀更简单，我给大伙讲个故事。有一年我去福建，去仙游，在仙游那个哎，仙游有一个那个村叫什么来着？有很多做古玩的，高抛什么呀？高抛那个赖店儿，我去赖店儿，
仙游那边啊，有一个村子叫赖店，在公路边上。那村子边上呢有很多门面店，都是做古玩的，也当然有新的也有老的了。嗯，老的还不少。有个人呢在墙上，他上边供一个佛嘛，他佛前头放了一个紫檀的小笔筒，那小笔筒是一把抓。什么叫一把抓呢？就这么大，就跟那个杯子似的这么大，一把能抓过来的，甚至比它还细，这叫一把抓的笔筒。这一把抓的笔筒啊并不便宜，它在上面放着。我一看，哎呦，这个笔筒做的器型可以，我说拿下来我看看。结果一拿下来啊，这个笔筒啊，它那个底，因为它做完了，他说我做了4年半了，这个笔筒他做完了呀，他就搁在上边当香炉用了，擦香用。这个小紫檀笔筒一把抓，比他稍微粗一点吧，这么高。花5000买的紫砂，9000。无不在。哎，怎么我们卖那个紫砂壶的时候你没碰上呢？怎么我那紫砂壶？我那紫砂壶可没，你花那个价钱都花了。我去台子火车道两边都是红木树，你快打住吧你！你985那红木台子哪有红木树啊？哎呀，那个吴不在，你看到大伙怎么说你了吗？那把壶啊，应该没太大问题，但是价格呢，那个泥料我觉得一般，价格9000。嗯，你知道9000在咱家买什么样的紫砂壶吗？江哥，吃橙子吧。是不是你都吃完了？不是，我就怕我手弄的，你怕你先直接让我嘴了得了。你就这一块，就这一块，啊！不是你的。你搞二十多个人高头，二十多人高头，两只只叫二十多个两了，老表。咋了又啊？这人还让我喂他，不是主要是我。要不我还得战胜我。我不是我在这吃的时候，我表哥说。你要不给家阳哥吃一个，因为我说我就这样切的有点脏，不太好意思给你吃。我不怕脏。结果你还让我喂着你吃。都管到二十多，都管到你还是吃。那别别别。不要紧，这个反正强家阳哥啊。你那边听我说啊，说咱说笔筒的事儿呢，这笔筒啊。人这个店主啊就说，我这个笔筒啊紫檀的做了4年半了，在那一直当香炉。我拿下来一看呢，他那笔筒器型做得好，但是那个笔筒底还是新的，一拿起来那个底还是紫檀新车出来的那样，因为它放在这个木头板上，它底下不氧化，底还是新的。我说这个笔筒多少钱？给我多少钱？老板不是宏观，你我这直播是哪？你看我刚才我是怕手脏嘛，你看。对，我都不太好意思给你。我说老板，这个多少钱？我这老板人家，哎呀那个，再反过来氧化几年，哎呀你听我说吧，这个底下不新的嘛。老板说，给我算了300呀、400是多少钱呢？还是200多呀？还是多少钱？我忘了。反正也不贵，那么个新的紫檀就这么一把抓，你说那根小紫檀料就随便扯出来了，它跟大笔筒不一样，就那么粗的一个小一把抓呢，就是一把抓嘛。它那个底下是新的嘛，它在门口上，它门口是土地，那个是土，我直接就在那个土地上啊这么拧了几下。哎你别把我杯子拧坏了、哦、你坏了你给我看看。就这么在土地上拧了几下，那个底下呀立马就沾上土了，然后也有各种划痕了，立马就老了，这底立马也就老了。
结果他不睡，基友不睡觉，我天天我讲故事呢。那个吴不在，你回头过两天，我那有紫砂壶，我那，哎呦，你9000块钱，我9000块钱，我卖的最贵的紫砂壶都大师做的，成名作才8888。嗯，不是。结果我回来之后啊，你醒醒，那个小笔筒啊，我就搁我桌子上。我这个实习哥。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一码归一码，你好。有一天呢，来了我一个朋友，我这朋友什么级别呢？我跟你们说啊，在这个紫檀花的老家具这个行业内，就别说专家了，专家跟行家是完全两码事儿。你们大伙儿听清楚啊，听清楚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不能说明，专家跟行家是完全两码事儿，所有行业。行家是真刀实枪的去干的人，人家是花真金白银去买的人，对，这是行家，所以他知道他会看新郎，但是有的时候他未必能说出来这个画片以及他的那个工艺和他的这个，就跟医生治病一样，他不，结果 他只会跟你治病，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你的病是怎么得的，不是，结果呀来了一个特大的行家，这行家呢跟我呢以前我们是搭档，很好很好的关系，这个过来了，在玩这个黄花梨紫檀明清家具的业内呀也是顶级的行家了，都属于顶级行家。龙梦河主你好，这个来了之后顶级行家看上那小紫檀笔筒了，杨子，这笔筒多少钱？这一把抓的紫檀小笔筒，如果是老的，这都多少年了？十好几年前了，得多少钱呢？那会儿得个4-5万块钱，一把抓的一个紫檀小笔筒。他一眼看上，这笔筒多少钱？说我买的便宜，你随便给。那我给你2000吧。我说 OK， 成交。就拿走了。我给他呢不是卖假的意思，大伙听清楚啊，是跟他开个玩笑。他真拿走了，他真拿走了。为什么呢？没人能看上的那个笔筒是新的，因为他做了4年多了，他自己上包浆了，做2000，而且再经过我的手这么一磨翻的手掌，2000是吧？2000还有吧，给我拿走了，给我也上车一，结果过了7-8年之后，他赚钱了。我呢一直呢就这事儿呢，我觉得就我拿他开了个玩笑嘛。有一回我跟他，哎，我说我你那会儿拿我那紫檀那个一把抓那条笔筒的还在吗？东西也不知道去哪儿，还有吗？没了吧？东西是不是？估计啊他也当老的已经卖了，他以为捡你漏了。对，所以我跟大伙说，这个紫檀这个东西把做工做好了，材料选好了，玩上2年，如果再稍微做好了之后，再稍微做那么一点点旧，然后再玩上2年之后的那种效果，基本上行家都不在。我说的是真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没有那么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都不专业，他们做不出来。可能如果我去干这种缺德事呢，我肯定把它做得很完美。你干没干过这种缺德事？没有。对天发誓。对灯发誓。对灯发誓。我没干过那种造假卖假那种那个。对天呢，我对着从而发誓。从而。从二立马到来听，从二哥立马出去。你要做那种嘉祥哥要做这种事，早就那个小金人了，是吧？我告诉大伙儿，我如果去干那个事儿，早就给我能把行内的行家全部给他干掉。
不是我刘家祥催，真的。早就给我们买那个麦开。如果咱直播间有行家的话，你们，如果咱直播间有行家的话，你们可以跟我叫板试试，我保证把你们干掉。你这个是，我太专业了，我太懂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时间去干那事儿。你这是要当杂项界的武林盟主啊？嗯，杂项界也不敢说，因为杂项太多。你这个至于说木器，哎，我跟你说啊，就是黄花梨紫檀木器，什么沉香，我能做到100%，没有误差是吧？保证。其他杂项我只能得99分。这个是120%，这个99分相当于不及格啊，因为不能有一次失误，你一次失误可能满盘皆输的事儿。因为古玩这个行，从专业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及格跟不及格是很严格的，一个要一个绝对的，几乎一个一次失误都不能有，对，一只眼都不能打，不能打，我操，那不是神仙吗？那我就是啊，你是神仙。我以前买国外回流的，你以为我那瓷器，我告诉你就买错过一件，老外做成了台灯，一个红釉的一对天球瓶，那会儿不都是照照片买吗？因为也便宜嘛，老外做成台灯了，花了不到10000来块钱吧。对灯发誓啊！买回来真的，剩的每一件瓷器，你对灯，每件瓷器都是老的。你对灯发誓？对灯，对虫二哥发誓，对灯发誓。虫二哥不在。等等，不打岔，过去不太老的瓶底都磨。过去不太老的瓶底都磨，光荣酱油，你那叫啥做旧啊？你那都太低级。我们这，瓷器，我告诉你们，其实造假里边最成本最高的是木器，成本最高的。书画就是一张纸，对不对？书画就是一张纸，画出来造假就卖出去了。木头它要求材料，你瓷器，你虽然成本也高，但是也没，你说它就是一把泥，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也好做，它除非就是那个画工，对，画工画的好与坏，啊，然后仿的好与坏，花的功夫钱够不够？材料是不值钱的，对，唯有木器家具。你的材料费就那么贵，你做新的都那么贵。那是一样的，你这木就跟玉一样啊，你这个材料它有些不看你的这个年代感了，啊，它就看你这个材质怎么样了，啊。那玉器，玉器是这样的，它不，你那个，你比如不跟玉器不一样，现在玉器做就是做的可好了，那个造假。再做就做到你这个材料，它如果是那个和田，它用老料啊，比如说玉璧那种素的玉璧很多。对啊。我用素玉璧上后加工，我的工也用手工去驮，完全用老工艺去驮，驮出来之后现在就很难看。所以你们大伙，哎，我今儿跟大伙说的太专业了，这都专业行业内的内幕。你材料摆在哪里？所以你们玩什么东西一定起风了。起风了，江哥。起风了，高总啊。我觉得这个要是真正这个直播间啊，有这个确实是啊，有这个就是非常想进来这个行业啊，但是有钱，但是他是小白，完全不懂，但是确实很想进来。那就基本上都被遇到你了，那是他的福气啊，那肯定的呀。对，对，要打雷了还，就赶紧回家。外国也作假了。作假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作假这个东西是咱哟呵，小鸭子还会叫呢，你们听，这肯定会叫啊，宝宝请你泡澡，宝宝请你，你们别看我这个信息行吗？我觉得他自己弹出来了。宝宝是谁呀？他说自己小董。
小董也蛮有意思的，宝宝请你们洗澡。十年前你新做了个一把抓性。现在我那都是开玩笑。你知道这个嘉阳哥？没错，志哥。嗯。嘉阳哥。嗯。你知道这个多少这种就是收藏啊爱好者完全不懂的，被这些所谓的被些所谓的专家给坑惨了。我知道啊，就是买这个假货都是不能自拔的。我旁边坐着的是专业做老货的，专业做瓷器的，在国内啊，这家族啊是第一家族。我操，这没错，这是真的。不敢这么夸，不敢。不是真的。真不敢。我没吹，这是真的。谁们家比你们家更家族更大，都是做古玩的，做瓷器的。说的都是真心话。其实无数的老板也好，无数的收藏爱好者，多少人就掉在坑里边不能自拔，真的不能自拔。嗯，我再跟大伙说，我曾经十几年前我一度出去不说自己跟古玩沾边。你像故宫文物医院做修复那些真是厉害，你去啊，我去故宫都是把车停在他们的院里边，去那里边我带你们去看看他们怎么修复，书画的、家具的、杂项的、铜器的都有。一个部门叫宝宝叫你来泡澡，他们不是，人家是这么说的，宝宝请你们洗澡。我去故宫，有的时候从东华门进，有的时候我就从西华门进去，左手一拐就是那个文物医院。下次带那里边老师我都认识。什么时候带我们进一下东，从东华门？对呀、啊，我们每次都得买票进，还得提前预约。我原来有个文物修复的证，后来给弄，你看都给扔了。我去故宫，我可以带很多人进去，去所有的全国的文博单位，现在都是照顾的。现在行不行？我扔了，我觉得我你扔了，哎呀！现在你去，你从哪去到从哪里起？你爬起来。那个，你们知道多少无数的这个古玩收藏爱好者都被坑了吗？都被这个那些国宝帮的骗子坑了吗？甚至于被很多哎呀各种各样的吧。其实所以说你们咱们，我这么说吧，你们大伙不管你们是专业也好，不专业也好，喜欢古玩喜欢文玩。你们进我直播间，像能听到我这种真话的人直播间不多，也没人跟你们爆料这些真话。你就属于把这个，因为每一个卖古玩的人，他卖这个小鸭子，他就夸这小鸭子好，这东西多有价值吧，哎呀多有空间吧，多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呢他就是塑料小鸭子，他是个卖橘子的，他偏离这个物件的这个，他偏离这个东西的实质真本质的东西，他就是卖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他就是夸。怎么就没有啊？我们就是，我家就是啊，李哥，基本没有。你面前就做了一个我，你还说基本没有？基本没有卖真的什么的，基本上没有说实话的。他没有人去说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老的是老的，但是他没有收藏价值，没有升值空间，他没有什么，他就是一个很普很普的老普，他就是夸这东西让你去买。而真正的收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拿一件东西，一千多这东西，谢天意我有，没有，我那个得卖2000，你便宜点卖呗。那个小的，我很喜欢。哎，那把我不能卖，但是我可以找你们定做，因为那把紫砂壶我都等了半年。哎呦，这个，比如说真正，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卖，我给大伙一个东西，那些小的，咱家直播间那些珠珠串串的无所谓啊，那就是大伙喜欢盘着戴手上戴着玩的，
那不是收藏的东西，真正如果有收藏东西价值的，我清楚，宁买精蚕不买普全，是这么说吧，宁可买精品的蚕器也不要去买普货的全品。我啥不知道啊，我这个也不一定，我现在的人不一定这个，然后你每一件东西一定宁缺毋滥，大伙记住啊，什么叫宁缺毋滥。我现在普遍的人呢，他这个就跟买这个就跟不是，我告诉你吧，最简单的一个，他进不了真正的古玩圈子，对，还没进古玩圈子呢，半路上就被那些国宝帮给截胡了。为什么被国宝帮截胡呢？因为国宝帮人更能说，你像我旁边坐这个小熊，你让他说五彩跟粉彩的区别他都分不出来本质的，他不是分不出来，他是他都说不出来。然后那些国宝帮的那说的头头是道，让一些外行人一看，哇靠，这是专业，这太专业了。你来一个不懂的人问你这些东西，你啥都说不出来，我就是眼力好，你说你眼力好，人家谁信呢？我们行业内知道，哦，他眼力很厉害很厉害，所以这就没法说，那只能，反正有的时候我也总说，我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些买假货的呀，就让他们买假货去吧。确实人家的这个态度好啊，人家能跟你卖假货的，我再跟大伙说，你知道我们卖假货的直播间怎么去区分吗？真正卖古玩的直播间，反正我那个真正卖古玩的店里边，反正我那店里边，你去了一般人我不会搭理你。对，我在那该干嘛干嘛，我能抬眼看你眼，抬眼皮看你一眼，卖假货的就不错了，人家态度好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我看，一看你进店里边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是专业还是不专业。不专业的人进店里边眼神是游离的，他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呢的。然后最后眼看到一件最大的最不值钱的东西，他落在那上边了。而行家专业内的，他到店里边他那眼是有光的聚光的，他一件件去看，咔把你件最好的东西他锁定了，就看你那件好东西，其实不一定是最大，可能是最小，一定是专业的行家。我们是通过你看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怎么回事。如果你那游离的人到店里边，我你看就是逛店，我连杯我连茶杯都不，我连杯子都不给你沏，今儿在他们家店里边呢，那个这个，然后只有那些国宝帮的人是什么情况？国宝帮的人看店，因为我呀有的时候从国宝帮店门口经过，甚至于你从店门口多看了他店里边一眼，他马上追出来的，对，很热情的，他会很热情的，哎呀进来看看，然后就是这样，看到你跟亲戚嗑着瓜子，大爷来呀，就这个，不是他看到你跟亲人一样，就跟认识，还得拿着把扇子，他人嗑着瓜子，大爷来呀，就都是这个，不，服务第一，那服务绝对好，对，然后大爷还拿着个手绢啊，手里边，大爷，就这个，那些卖假货的锅巴帮一。你说的跟卖淫嫖娼一样，不是，跟卖这个，然后这个，甚至你比如说你这些外行人，你进了他店里边之后，他们不喜欢我们专业的进店里边，我们专业的进店里边，他们不搭理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他通过看我们的眼神也能看出来我们专业不专业。扇子不是烂了，是。跟那个胶粘粘胶棒粘的那个干了，然后那些国宝帮的人，你只要一步入他的店里边，我觉得我们这些行家有时候真的去报一个，我们行家的服务水平太差太差了。这个你真正一到你，当你一个外行人迈进国宝帮店里边那一步开始，你几乎已经就跟那鱼一样，已经就快要上钩了，拿捏了，是吧？你已经就逃不掉了。啥时候带我去？然后那个店员、那个店主马上会给你沏茶、倒水，他让你坐下来。他把那个门一拉，就把你这个把门一关，关门打狗，关门就开始就炖肉了。
铁锅炖大鹅了，就把你开始炖了。什么时候把你炖烂了，你就谢谢从中的人呢。哎，我说的这些东西，你们大伙儿从任何直播间，我告诉你们大伙儿，其实包括我发现了揭露行业的，包括我卖沉香的一些专业知识，我看了很多沉香直播间，卖这个就是卖这个，什么都不说，也不教大伙儿怎么养香吧，不教大伙儿怎么一些知识吧，就是夸老王卖瓜，狗屎它都是香的。病仔，谢谢病仔，谢谢大伙儿的点赞。我说的这真是全是一些你们从外边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从哪你们都那些国宝帮的人，就这么把这些人就全给办理了。一旦坐下来之后，就相当于鱼儿已经上钩了，逃都逃不了，无路可逃。他们会怎么说呢？啊，这杯子明明他才10万块钱，为什么那些拍卖公司拍1000万？他们那些拍卖公司拍的都是假的，只有我们卖的是真的。我们这东西你拿去拍卖公司，他们不收，为什么呀？因为拍卖公司拍的都是假的，我们这真的他们不卖。哎，这些人就这么说。你说这，而且他们说的很专业，国宝帮的人看书，专业的人不看书。你像这哥俩，这哥俩从来别说不看书了，连他爹都不看，连他婶儿都不看，你还看书？连价格都不看。人家那些国宝帮的人，那书那理论，我告诉你，你把故宫研究员叫出来之后，那理论不一定赶上他。我今天给大伙儿说的，你们今天听了这一小段话呀，我告诉你们，花多少钱都听不来的呀。应该请家乡哥吃大餐，都不一定家乡哥我去。你们别，你们就请我去红浪漫就行了。那个找找寡妇，不是那个找找那个红，不是去红浪漫泡个澡就行了。去宫宴。另外那个宫宴呢？佳英逮上宫宴了，在什么送？我给高总，我给你们说这么专业的东西，还送杯子，送。高总送。我送你个。买我家古董送杯子，送。你买不买？不是，等等，只要你买，等等，他刚才说的啥？高总，你买不买？高总不买。别说我不送啊！你高哥不买。别说我不送啊！只是你不买，不是你买我就送。我还劝你高哥一件呢。我跟大伙说的这个都是真的。为什么？其实作为这么多年来的这个老专家呀，刘家祥我呀，也是天天到处去给人看货的，去鉴定的。你们不知道，你们经历不了这个。我看到的那假货有多少？真的被人坑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什么什么都有。文房的有卧床吗？当然有了啊！文房的有卧床吗？瓷器的瓷的卧床有吗？我觉得有可能。卧床，什么叫乾隆到晚清都有，不过古玩行很多人都会有，咱家有。不卖，这个我都不知道，你知道我不是我刚才说到哪来着？哎，我刚才说到哪来着？我刚才想说啥来着？你要拯救国宝帮？被坑？你要拯救被国宝帮坑骗的那些？那些人。不是，高总让你买我家，不是还一个内容，还能送杯子，不是还一个内容，坏了，我一下子忘了。哎呦，年龄大了就是不行了。哎，你把古董这古玩这些断片了，就是断片了。怎么被坑？我跟大伙说说我怎么被坑的啊？我被坑的多了。怎么被坑啊？有的时候。妻离子散的太多了，还不是妻离子散了，家破人亡了，真的，这都是血淋淋的。我也被坑，子玉，我告诉你，没有被坑的专家都是冒牌的，真正的专家需要眼力，
我们的眼力都是被坑出来的，天天去跟卖假货的去学习学出来的。何公子，我们你看我经常被坑，被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佳莹去我带我去他一个不太熟悉的一个朋友店里边去，那我第一次去表示一下吧，到人店里了我会给人开张，是吗？对呀，这是一个在社会上混的人的一个稍微什么一点啊，就是像我们出去到人家店里边第一次去基本上会给人开个张，就是捧捧场，这是一个人情世故。哦，这个打你耶，结果比如说哎呀也不注意说，哎呀佳莹说了，哎佳莹哥他们家都是老东西，我呢也就不太认真去看了，随便买几件吧，买两件吧，哎一弄几个 W 买回来一看完蛋了，假的。嗯，不对呀，你这不能拿我举例子，他们新进来的就可能会听差了。记忆最深的呀，记忆最深的从古玩城三楼四楼吧，也不算最深，就是还是个木头笔筒，做工啊仿得太好了，木头笔筒做工仿得很好。这个他那个店里边的灯光啊不像咱们的店里边正常是这种灯光，他那店里灯光很灰暗，就相当于咱们小时候啊15度的小灯泡，一个店里边昏昏暗暗的，也没太在意。这个笔筒挺大，靠一小破店里边，就从我们那个古玩城那个楼上。这个是谁帮你剪的那个头啊？我说这笔筒多少钱？要了个几万呢，后来砍了砍5万块钱，5万块钱买了，买完了就直接给人咔给钱走人下来了。靠，妈往下路上啊，从楼上下楼啊，我没认真看，我也没看到店里边，往那一放，我靠，我一看山西新做的。那后来呢？这两个没有中间人，他那个就是我瞎逛逛到这个啊。你说佳莹啊，对，佳莹跟他们是一伙的，接着刚才那个事说的，是佳莹跟那秘书的。结果到我店里边一看，我靠，我躺完蛋了，拿回去丢人，料对吗？红木的，为什么我总说红木最像黄花梨啊？你看你们都说找他去，你看他们都说找他去，这个事儿如果发生了两种结果，一种是拿东西找回去找他去，其实我跟大伙不是催啊，我找回去我让他一赔一的赔给我，算饶了他。我比如说我花了5万那笔筒，我不让他赔10万都算便宜他。老红木的，对。喂，好公子。这个结果呀，你们都说找回去吧，我真没找他去。为什么不找？为什么没找？我花5万块钱给自己敲了一次警钟，可能我避免了以后后边的50万、500万的这种不经意的打眼。那你退回？这是给5万块钱给自己买个教训。时不时的就得花点这种冤钱给自己敲警钟，我就是当给自己敲一下警钟，就怕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就怕这种，哎呀你们别在意啊，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内啊，作为古玩圈行业内这几万块钱其实真的叫小钱，就怕这种小钱的，花这种小钱的时候我们不去注意它，比如说50、500我们就认真看了，其实反而其实打不了我们的眼，就怕这哎呀3万、2万的、3万、5万的这种东西就
哎，行了，就这么一大意，完蛋。这个我们就价格大价钱的东西，你们大伙放心呐，也其实也买不错，就这小东西。反而我就把这些小东西当成一件一个个的警钟，一声声的警钟，敲打着自己。嗯，说出去呢，我们倒不怕说出去，因为也说不出去。首先，再一个呢。哦，咱直播间我都说完了是吧？啊，什么说完了？这个也不是灾面，这个不跟面子没关系。我为什么不退？经常被人蒙一下子，骗一下子，就是都把它当成了一个警钟去提醒自己。所以呢，我如果退回去了，这个教训不深刻。再反过来说，花这种小钱儿，我避免的是更大的坑。你们大伙儿觉得我说的这个是有道理是没道理？反正我是这么处理这种事情。另外，我跟大伙说啊，从容又去哪儿了？给美女那个刷礼物去了。打你，他们不敢说。他们说出去，他们蒙完了就，他们都跟做贼的一样。那些卖假货的跟蒙出去，他还敢说，他们都跑路了。不是跟那个有钱没钱也没关系，我们有些时候行业内啊，你还得遵守一下行业内的规矩。你在干嘛？对，就是吃亏是福，就是长记性。我再给你打电话。灾面，这。你听哪个专家说他没栽过面儿？我信他个鬼！吹呢！这个专家如果没栽过面儿，没买过假东西，他一定是假专家。这专家这眼力，专家跟行家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两回事，专家跟行家是两条铁路线，两条铁轨，左边是行家，右边是专家，中间隔了一条轨。专家跟行家势不两立。郭鹏啊，郭鹏是谁呀？不知道，不认识。是跟原来跟崔凯混的小孩吗？这个麦登大叔，我这个能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黄花梨吗？崔凯比我厉害，人崔凯是网红，我崔凯直播间好几千人，我直播间28个人，这还算人多的时候。这个，哎，麦登大叔，您会 PK 吗？又来了。评论区有照片，崔凯杨石的徒弟。不会呀、啊，评论区呀、啊，您别评论区了，您去咱的粉丝群。说实话，有视频发完了，他们发完了，我连看也不看，没时间。那个，您去咱的粉丝群，您把东西发到粉丝群。对呀、啊，成麦大叔，您还让我给您看东西，您连关注都没关注过，我还给您看东西，真是的，是吧？你又吃啥呀？不吃啥，弄一下东西。那个，你去咱粉丝群把那东西发到粉丝群照片。我哪知道怎么进粉丝群啊？崔凯是杨石的徒弟，嗨，我还是秦始皇的徒弟呢。
你别老是那个什么那个子越，你别老那个说那个崔凯兄弟的那个事儿。我们崔凯是我一兄弟，我你不会弄粉丝群啊？过几天呢，我那海南红花梨的珠子就出来了。哎，我那都是镇池，我计划也车珠子去了啊，那都是镇池，车对眼的。您那个麦登大叔，您那个是串儿吗？花了多少钱买的吧？因为我跟崔凯，我们哥俩都挺熟，挺不错的，我们俩都挺，而且互相尊重的，所以我不方便回答你们大伙问题。崔凯老师那厉害，绝对都是大家。这个，你又干嘛去了？哎呦喂！不是，咱一晚上那个。麦登大叔，过几天呢，我那黄花梨的珠子就车出来了。我跟大伙说啊，外边啊，买你们要是买，哎呦我天哪，那个灯牌为什么有的黄的，有的红的？我跟你说啊，萨哥呀，萨爷啊，萨爷，你要是给我个明代的家具，明代的瓷器，我能告诉你这是嘉万的，这是明中期的，明晚期的。你要是问我这灯牌黄的、绿的、黑的、红的呀，我还真不知道。你净问我这高科技的问题，是不是等级的问题？等级的原因呢？哦，高等级就红的，那红浪漫也是红的呗，等级高呗。你又干嘛呀？上卡。上卡干嘛呀？不知道那是我干嘛？是新街口的卡吗？啊。哎，我个卡嘞。你个卡。谢新街口的萨爷。你个卡嘞。萨爷，你也。你先帮我买个嘞。你也变成红灯牌啊！哎呀，你给我刷个嘉年华，你立马变成。你是要买个卡的呀？我开这个。你给我刷个。你是不是我个卡？我买个卡。升级十二级了，你给我刷个嘉年华，立马你。是教师的。快递下的我个名。联动是吧？他们说的江西话，那个。一个来吗？什么城？你们老家是哪儿？丰城。丰城。快递下的我个你个。下你一个填我了。不是快递修个名字是我个嘞。你们要念新谣的，就是下你一个下你。我听不懂他们说的啥。帮我买的装卡。人家是联通的，你现在问下就是。嗯，对。啊。别。你这个人呐、啊，萨哥啊，你这人重色轻友。给长腿妹妹刷去，他不给我刷。你说这个人，哪长腿妹妹啊？哎，对我们打球那六点水有一个大长腿。我跟你说那身。身材啊还行，模样吧长得丑了点，不太顺我觉得。欢迎啊，这是谁的关注啊？谁又关注我了？不，咱今儿不聊鉴定，聊大长腿又啊。你们俩还不回家呀？回呀。还不回呀？走啊。你骑车来了吗？佳，你骑车来了吗？没有啊。我把你送一下。可以，但是你车不是在那古玩城吗？我在这儿呢。哦哦，可以啊。你来吗？今儿我跟大伙儿啊。填写啊，就要填写。走啊。对，我弄去按一下这个卡，走。我今儿跟大伙儿说的呀，够多的了。这个，反正这个古玩艺术品，这个，哦，对对对对对，我刚才要说什么呀？你们猜我刚才要说什么呀？你之前没学到天行个啥吗？没学到过来啥？你们呀，今天反我跟大伙说啊，这个古玩行啊，
真不是一个多么光彩的行业，我觉得。又来。真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前些年，我在打台球之前，我不一直打高尔夫吗？打了十多年了。这个，因为有的时候新人、新朋友一见面啊，互相一介绍，这是介绍我呢还好，一说这是那个咱们那个啊，总去拿拿电视台那个啊那个专家那个刘家祥，有的人家也老看电视啊，还认识咱。哦，你知道人家生人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问题吗？你们大伙说吧。不懂古玩的人，这些打高尔夫的一般都是老板级的多呀。这个，人家第一句话都问什么吗？你们卖那古玩是真的吗？我靠！我告诉你们，奇耻大辱。他第一句话问：“你们卖的那古玩是真的吗？”你知道他问的其实不是那古玩是真的吗？是你这个人是真的吗？这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其实正常有点情商的人不会这么讲的。很多人都会这么问，我告诉你，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古玩圈在外行人眼里边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肮脏的圈子了。他如果了解，变成了一个什么肮脏的行当了？已经，其实什么呢？古玩人家有专业做古玩的，有很多，这就是一什么一搅得满锅腥啊，是一。那意思就是，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这意思。何况现在国宝帮卖假货的这些诈骗犯们，普天之下到处都是，所以真的。很多人见了第一句话就是：“哎，那古玩行卖的都是真的是真的吗？”真的是侮辱，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不是一般的侮辱性。所以我后来我跟很多做古玩的说：“我说你们呢，出去别说自己是做古玩生意的，你们是你说你们是搞艺术的，搞艺术品的，啊，真的太侮辱人了。”就说明这个圈子已经被某些那些渣渣们给弄得有多臭，所以我出去经常我都，他们赚到钱了，谁说把我们，我说你他们别说我跟古玩有关系啊，我告诉你，我是玩古玩的，我不是买卖古玩的，你都让我没法说呀，出去我一说做古玩的都嫌丢人，你想想。空间陈列设计啊，对，这是咱们现在搞的东西嘛，这个新农村，这个然后这个博物馆展陈设计，这是咱们搞的东西啊，这是咱们可以搞的东西，在做的东西，资质都有啊，真这个大伙有那个博物馆展陈的设计啊，这方面的这些业务什么的可以联系我。哎，这就是现在的古玩圈子，你说多可悲吧？哪里？台中没有哪里，两个毛也给。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哎，这个圈子很重要，所以其实跟大伙说这个圈子很重要。你看我觉得咱直播间打高尔夫的不少吧，你看我觉得打高尔夫那个圈子相对就不错，人群圈子 OK， 现在我打台球去了，到台球厅一看，这个台球啊，这就不称作圈子了，这简直就是天天烂仔队呀，在台球厅啊！你打台球水平怎么样？哐叽哐叽啊！水平怎么样？
你每次去，你每次去打台球是跟谁打？我打台球，你跟我试试，这1000块钱一杆的，低于1000块钱一杆不干，你就知道了嘛。你得试，自己试，否则你不知道。整完了吗？买的新手机啊？这么1000块钱一杆？哪有这么有钱啊？谁给买的？买了个新卡。我下次我跟你挑战一下。真走吗？走。10:30多了。走。再不走，明天奇怪。不打小游泳。走。大佬，我今儿下午的飞机吧，回香港了。打高尔夫的啊？没有，反正我在北京也好，在外地，全国各地打高尔夫的圈子，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些人，头痛啊！他打台球不教。走完了，我晚上去。你还晚一点，都10:30了。还早吧？真敬业。高，加强。高手在这里。什么？我说高手在这里，你要天天在网上翻。翻什么呀？你翻什么呢？没有，你给大伙看一下。翻什么？快！我你们看了吗？这是做古玩的啊，他在这儿用电脑天天的在网上翻这个网站，就是全球的各拍卖公司，他不都有图录吗？然后他们就从里边捡漏，就去看这些照片，其实他们才是高手。我这说看，让大伙给他看看电脑里边他在看什么，结果商业秘密他不让看。你说他们多鸡贼吧，这都叫鸡贼呀。你别提了，小勇，台球板块现在没了，业绩等于零。哎，不能天天打你客户，有时候也得培养。你这是播从哪播到哪？啊？播到哪？走啊，佳莹呢？那边更敬业，我带你去看一下。看什么呀？东城那边更敬业。东城干嘛呢？走吧。他们专业做。我不去了。哎，人呢？他们专业的做古玩的，专业做瓷器也好，做什么的，主要做瓷器的，他们都是天天守着电脑看各个国全世界的，现在全世界的很多拍卖公司啊，基本上都有这个什么直接进去图录，电子图录，然后进去看，然后去，这是真正的眼力去捡漏买东西。不过呢，他们这也都挺鸡贼的，还老怕。看我刚给大伙看吧，他还不给我看，怕泄露机密。这是幺零。怎么了？走啊。东城呢？东城呢？谁在那打麻将呢？无聊，走了。你要陪？我一会回去。哎呦！要不现在一起陪啊？你要陪谁？谈。明天怎么着啊？你去回老家去啊？我回老家，你跟我回去吗？回老家干嘛？逛去啊，逛大集。赶大集去啊？嗯。两点钟，三个弟弟。去多久？啊，下午。晚上回来。下午回吧，你晚上回干嘛？明天联系。他去。你怎么一早？我最晚7点就出发。明天一早联系。
一早你还没睡觉呢。必须要把他带过去坐电梯。必须要把我和没有那大吉上没事儿。我说大吉忽悠他们。大吉猴冷的我去那儿。你说大吉也忽悠我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没忽悠你。我那个。你说大吉忽悠他，我听见了啊。到底有没有啊？有，你看，连志哥都知道有红木大吉周二。周二，哦，红木大吉可以。文花，我明儿一早回老家，我这，你泡澡吧你。泡澡吧。佳然哥，你明天不能这么穿啊！你这老人家受不了。这么穿，我这么穿，把我冻成冰棍了就。把你冻成狗了。嗯，佛，行，别着急，哎呀，佛在哪儿了？佛呀，得了吧，不冷，北京冻死我。今儿我没穿秋裤，哎呦喂，我看看电梯里边有信号吗？你这手机挺好啊，电梯里还有信号。佳莹意思穿体面回去。对，啊，对呀，对，从二哥说的没毛病。你看这国宝帮的，对，看，哦，这国宝帮的，全是这个。佳莹，你出去啊，人家问你爹干嘛的呀，你千万别说他是做瓷器的啊，别给你爹丢脸，啥都不知道。那么大，那店里边，哎呦喂，哎呦，真刮风了，哎呦喂，聪二哥，你说的真对呀，哎呦喂，哎呦喂，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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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冷啊，哎呦哎呦哎呦，坏了，哎呦。哎呦呦，冻死我了！我的天哪！哎呦，冻死了！行了，冻死了！哎呦，我操！哎呦，北京外边真冷。哎呦！刚才嘉祥哥北风一吹，他瞬间年轻了。知道为什么他瞬间年轻了吗？因为把他冻得跟孙子似的。真的，我从来没见过嘉祥哥跑那么快，他还能跳起来有那么高，跑得比我还快。哎呦！祥哥瞬间年轻了。哎呦！我靠！北京外边这么冷啊！对呀，人家说没说错。行了，咱们管了吧。哎呦，大姐，关了，这管了吧，这方向盘都冷的。不直播了啊！不直播。开车回家了，明儿早晨。对，明天早上见啊，大家，拜拜。啊，明儿早晨还见。明天早上不见是吧？啊，我们不是赶大集嘛，给大家看看那个北方的大集。那都是上午了。去也是上午的事儿，得多穿秋裤。我肯定穿秋裤的，你记得穿。行，再见了，再见了。直播到这啊，拜拜，再见了，再见了大家早点睡，拜拜。你会管吗？